告诉大家很多哪个地方能吃，哪个地方不能吃啊。这个是黄啊，特别好吃的，下边发绿的这个就是苦胆啊，不要吃。苦胆的底下这个地方一下挤出来啊，这个就是海螺的肝，肝吃多了会头晕哈、啊，四肢无力。来朋友们，其他的都是完全可以吃的啊，配上自己秘制的蘸料，喜欢的双。这个东西叫做张开缝啊，它已经死了，彻彻底底的死在了海边了啊，里面还吃了好多沙子啊，猜应该是啊吃沙子吃死了。好大一个张开缝啊！喏，我的手。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，啊，口水都流了。我再闻一下，妈呀，天哪，太浓了，这个味道很上头。哦、这种西番鱼一般都附着在船底，还有很多大鱼身上，一般很难抓到。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，看看这吸力，只要搞点水，一下子都吸上去。瞧瞧这吸力！进来老铁，如果你的手机连接的是 WiFi， 还有你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鱼，留下个双击，别忘了加个关注。